Satan, and to be叫 James Hansen， 即係佢係 NASA 帶領所有嘅科學家去研究氣候變化嘅。佢最近出咗一份 report 咧，就預備俾年尾全世界嘅領導人去睇嘅。因為佢個 report 出咗嚟咧，好嚇人嘅。嗰個海平面上升，因為佢哋研究喺南極對開個海嗰度咧做研究咧，佢發現咧而家冰融個速度。同埋海平面上升嘅速度係快過以前科學家嘅預測十倍，即係話咧，2065年咧係會升10尺。嗱，如果真係咁嘅時候咧，全世界好多地方咧係變咗一個係無政府狀態。你可以睇翻2005年新奧爾良發生水浸。是無政府狀態的，是很短時間已經是無政府狀態，即是當可以我們人類可以是被它這樣發生的時候，即是很可惜的。還有我們可以做什麼呢？我們可以真的要珍惜現在我們擁有的一切，例如現在我們的天氣都很平穩，因為科學家已經告訴我們2028年印尼開始平穩的天氣是永遠消失，2029年到新加坡，香港是2040至2050年50之間不等，平穩的天氣將會永遠消失。我希望大家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。
这夜阑静处，独看天涯星。每夜繁星不变，每夜常照耀。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。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常在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永久。但愿那刻时光飞，像星闪照，漆下漫长夜。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。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常在。漫长夜晚星问人怎么却不永久，但要留下时光辉，像星闪照，漆下漫长夜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要留下时光辉，像星好，多謝曬羅冠廷，好多謝。嗱，我哋出邊咧仲有簽名會喎，頭先講過啦。